总结及表彰大会前，总会往之亲历之事。开始。是。长征时间从2023年10月27日截至2024年1月5日，我军已如势如破竹，先后攻克据点301个，一地发生大小战斗416次，多单位协同作战的战斗有清水河马家地堡堡战斗、拱路战斗、东山头战斗、杨德山战斗、风吹山战斗、猛击战斗、大母鹰战斗、D322A组战斗及军分区外围战斗、五八战斗、石龙野战里战斗等等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共击毙的1783人，伤敌810人，俘虏敌967人，整兵伪军和民防259人。表彰所处的集体个人嘉奖基准条表彰如下：大兴安，请军装装放松一些，进城防军，浴血奋战，舍生忘死，共军统一长征。在这一党人，我们军官兵和选区国师儿女的共同努力下，2024年1月5日。全体正义党人、全体官兵、全体各族人民团结一心，永不放弃全情国土的浴血奋战结果。这场反压迫、反独裁、反定价、铲除毒品战争的胜利，使我们收复了孤独固有辖区和部分历史辖区，光复了第一特区施政权力，找回了民族尊严，全区人民从此可以当家作主，扬眉吐气。